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格斗超人，我们继续。好的，我们这里签到获得的这个是代拿碎片，吉田爆炎欧布碎片，我们是不是能召唤爆炎欧布了呀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免费召唤使用一波，这里再跟他使用一波，我们去看一下啊，这里英雄能不能召唤出来其他的呢？这限定是什么意思？可以直接玩的意思吗？是不是可以直接玩？开始不行啊，你这限定什么？应该是决斗场你可以限定啊，因为我告诉你个上次试过来的。好的，就这样，我们直接关卡模式继续啊。下一关2-2啊，特殊剧情2-2，有什么个特殊法呢？哎，加古拉，闪开你们这些杂鱼，意思是让我用加古拉吗？帅了，我最喜欢有武器的英雄，你看他这战斗非常迅速啊，非常帅气，光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二技能是个什么技能。我们走到这边来，走，哇，帅气，只能用这个词语来形容了。来，我们再走到最后，这一个技能觉得更帅了啊！哇，地图都变红了，没有打得很厉害，但是已经非常帅气了。伤害挺高啊，看起来土之魔王兽来了，走。这土之魔王兽是小罗罗吗？不是 boss 吗？这不是 boss， 是你黑暗魔王兽。说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。下一关啊，卡牌功能，一键装备，我也不懂它是什么意思啊。装备了还可以升级，相当于就是直接给主角加属性的意思，应该就是。我们也不管那么多了，这里又可以，这里我们有卡片啊，可以直接招。有道具直接跟他招，虽然时间还没有到啊，还有40多秒又可以免费招。继续来看一下啊，
这都可以升啊。这是敏捷力量，敏捷看见没，装甲就是防御哦。那我们随便跟他升一下啊，随便升一下都跟他稍微升一下就行了。嗯，是个意思啊，是个意思。我觉得最好用的是这个，这是三星卡片啊，大家也看到了。那我们就把它多升一点。还可以升吗？这么多经验吗？这直接升到二十级了呀，朋友。可以。我们现在实力应该提升了很多啊。我们再去，哎，这里应该可以召唤了。Nice， 眼睛怪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继续关卡。现在，哎，等一下啊。关卡之前，这里我看到了强化，这里又可以强化了，强化什么呢？技能。好的，好，快速提升，这还可以切，切不动，没了呀，又强化，哎。很尴尬的，你这有个点，点进来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啊！不管它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宝箱一开，我们现在来到了2-3，我们看一下2-3是打谁呢？现在我们的实力应该得到了提升啊，应该再不会一个小怪打了半天，还那么难。他们说很热啊，那我。猜的是火之魔王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猜测对不对啊？捷德免费试用，朋友们，我们来试着玩一下吧。好的，我们已经成功请出了捷德，来吧，一技能，我的天，直接把变身器扔出去了。哇，很敏捷啊！果然，火之魔王兽。看一下，三技能能不能直接将它带走？哇，这帅，贝利亚！哇，这个技能不要太帅，朋友们！逆天呐，效果啊！这贝利亚那么大。太帅了，哎，完成任务啊，完成任务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卡片又可以提升了吗？哎，他这个我有点看不懂，朋友们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懂，为什么总共我显示一个点在那里，但是呢又没有东西可以点，你看，这就很难受了啊，是不是很尴尬？好吧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，帮瓜牛哥视频多点赞的，别忘了订阅瓜牛哥频道，欢迎大家还收看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